还来呢？找我参加，楼下来。我给你500块钱，装我一天女朋友。我差你那500块钱呢？帮帮忙，我妈今天必须让我领女朋友回家。哎哎，我要领不回去的话，她下个月生活费都不给我。你妈不给你生活费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别活了，我活够了有点。哎呦我的妈！来来来，回来回来回来！就这点忙，我也找不着人帮我。走。答应了。走。来，管着我。嗯。进来呀。我妈出去买东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先进来呀。我妈没在，我进来干啥？她一会儿回来要看不着你，我这下个月生活费一点没有，快点。哎，来呀。干啥啊？一会儿我妈回来，你不得上我怀里让她瞅着咱俩是真的吗？那等她回来在这儿了呗。你干嘛呀？这是排练一下。排什么练？排练。你抱着一下。抱着啥呀？我抱着她。我一头就撞死在这个大象上吧。哎呦我妈，行，排练。那是胳膊往肩膀那边靠。你妈啥时候回来？我太热了。再等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干啥？我付钱了。你付啥钱了？500吗？你看你，你看，哎，不闹了。我妈给我发微信了，到楼下了。那走呗，我在家门口等你妈呗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这头发太乱了，然后你身上我妈不爱闻你那个香水味，你去洗个澡呗。我怎么来你家还得洗澡啊？我妈在老家没来，我主要想要个孩子，抱着孙子回去看他多好啊！你给我滚他妈！当时下去了，你别后悔啊！来来来，我够大，开大一点，够，够够够，跳！干啥呀？壁咚你！